921做志工的，蓝天白云，啊，这个是做那个医院的那个志工，穿的八正道，啊，这个我们岁末祝福啊，一定要穿这个旗袍。我那个是第一件八正道，穿到现在啊，所以那个里面的里子都破了。我做瓷器的时候就腰不就开过刀了，这样哦，好像很不舒服啊，但是我忍，我睡觉起来就好一点，好一点还是这样做。年纪越大了越严重，我也是忍耐。你看我平常讲话，什么人晓得我生病？看不出来吧？啊，每一次去花莲医院做志工，就是一个礼拜。所以自己想做啊，就很喜欢做善事，帮助人。所以说能做司机，很配合我的个性。啊，你是第几组？我第三组啊。第三组在。那个时候很少人嘛，就是我们经常去访视啊，好像全桃园县的乡下我们都去过了，经常。套炸弄我电话出门，等个出来弄暗时也打电话。原先那个时候新竹还没有委员嘛，那我们桃园配合新竹，希望给请下去。太在山下哈，我们自己的车子没办法上去，租2000块底盘高一点的机动车，载衣服啦、米啦，送到那关心户的山上去。再来，来抱一下。跟恁妈妈嘞，来。现在就是身体状况差一点啦，这个脚脱货以后走路也不方便嘛，这边讲讲哦，太嫩了。心脏最近不好，积水了，晚上睡觉哈就不能睡，就生病到现在了，烦了啊！很多那个可以去收的都没办法收了。我民国71年做瓷器到现在了，反正我就做了，没有去计较这个事情了。我有的做可以做我就做，不做我就做简单一点的。